折三页第一小题，在左图中大象有6000公斤重，有6000公斤，那么6000公斤是多少公吨呢？那么蓝鲸有15万公斤，那15万公斤呢又是多少公吨呢？我们刚刚呢在上一页有提示，每一公吨是1000公斤，所以大象的6000公斤呢，我们就把6000除以1000之后得到6就是6公吨，所以大象的重量有6公吨。那蓝鲸呢是15万公斤，我们就把15万除以1000，15万除1000之后呢就是150，那150就是150公吨。好，所以这题的答案就是大象有6公吨，蓝鲸有150公吨。我们答案就要分开写，因为有两个问号。那蓝鲸有150公吨。